大家好，我叫韩神神，今天我要读的书是可爱的鼠小弟，鼠小弟的礼物。那开始读吧。鼠小弟的礼物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大大的气球是鼠小弟满满的心意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鼠小弟送的礼物好大好大好大呀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鼠小妹送鼠小弟送的礼物好大好大大呀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鼠小弟送的礼物好大好好好大呀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鼠小弟送的礼物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呀。鼠小妹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鼠小弟送的大大的礼物越锁越小了。哇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越锁越小。还长出两个小尖角，真是一个奇怪的礼物。看看尖角在哪呢？这尖尖的，别去看过。快看，破了！看一看，破了！真是一个奇怪的礼物，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是一封信。我想永远和鼠小妹在一起。鼠小弟，他哭了，真的？为什么哭呢？好高兴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感动死了，再见。